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在这偌大的峡谷啊，众人都知村长苦，至今未出无皮村。但可曾有人关注过高渐离？作为2015年上架开服级老英雄，至今已经有差不多7年之久。虽然表面上有3款皮肤，还标签各异，但其实骨子里还是跪着出场的勇者皮罢了。啊，这次高渐离玩家们，你们终于可以不用再听那一句“该我上场表演了”。高渐离首款史诗皮天秀音浪来了。看他海报的时候啊，我一眼相中了他这个吉他，整体风格啊非常摇滚，一看就是高渐离会穿的衣服，一切都很美好。直到有人说他像我若干年前歌唱时的造型，我整个人都绷不住了，好吗？不能说毫不相干，只能说根本没关系啊，兄弟们。然后呢，我再接着看出场动画，接受了这个设定后，脑子里就一直在脑补我唱歌的画面，你们懂这种感觉吗？就明明出场建模很帅，我想夸几句的时候，但是嘴里没词了。之后我越看越觉得这个皮肤啊真不错，因为我一开始想啊，高渐离没那么好做特效啊，因为一二技能和强谱都不算特别明显的技能，但采用啊明黄和浅蓝的配色就很抢眼，明显战场呈现效果不差。大招也是给人一种啊范围变大的错觉，无人机打着镁光灯啊追逐着高渐离，音效不错， BGM 很带感。此款皮肤啊属于天秀小队系列，但很遗憾此次没有点券全返的活动呢，但是有手中大折扣，最终啊532点券就可以把皮肤打包回家了，6月10日更新后就可以购买。然后 DN 级啊超时空战士的新传说毫无征兆的爆料了，我去，上次海报爆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年前了，真不愧是超时空战士呀，超时挺久呢。新传说海报完全击中我，真的太帅了呀，就一张海报我都能脑补出剧情。在未来地球之外的生命体繁衍生长，他作为组长培育出来的星际治安官，义无反顾地在银河系之上啊彰显公正与威严。至于出场建模和特效的话，家人们可以自行看一下。能量源自内心的小宇宙，功能回城还是可以的，挺炫酷的。这款新传说价值300个紫星币，6月10日到6月30日可以通过魔法球限时抽取。一个 ID 名为小学生的先友留言道啊，策划出一个搬装备的界面吧，要是出了这个可真有意思了，不拿某些英雄啊直接搬他核心装备，例如搬掉马可的末世、阿克的无尽、吕布的霍金。通用装备的话，物理系搬铁剑搬匕首，法系搬小法典，大家都合普通装备，就看谁的平 A 技高一筹。大勇公会96536，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